香油啊。我会把我当成个罗巴了，给我们人过去了，苍海岛文才岛小小岛，一清早安，盛明早，有脚贵早，那个有小贵早，有脚贵早。第五市场小而美哈，第五市场小而美，第五市场美食比那个比东兴市场还多，第五市场这边美食很多，而且有那个阿义红茶冰，有和盛龙早，早啊，哎，这么早来哦，那个六点二十吧。在五点半今天尿了啦。对啊。今天要拜托你啊，有点事。没有问题，我先等下马上送到家。先送到家好了。好。秋玉早。
先过去好了。我们先过去。我靠！靠近这声啊！我靠！等一下叫人买，等一下叫人买。你拿那两只顶五来，现在第五时也吃得起就对了。不知道，试看看啦，试看看的。美丽沙枣，第五市场比较好评，对啊，正坤枣，等一下你们看一下哦，冰肉哦，这一只一公斤的吧，一只一起的，哦，大一点点。上来了？没有，今天没有。那秋玉枣。那个杏仁有上来吗？水煮桃。对啊，对啊。没有，慢慢来，再听一下。没有吧？来，杏仁。杏仁。杏仁。树莓枣。来。他上来干嘛？明天啊。上来枣。林静啊，姓王啊，干嘛？那会上来？对啊，不知道上来做什么。按班回去创啥会？见你渣。姑姑早。阿叔弟吗？来叫阿兄弟来动工，我们再做下吧。我就想讲，就靠我呢条，我就想讲，我今仔迄时，你又要卖，你又去又去买。李天来早安。他现在觉得第五市场比较好，他有点，有点想要来第五市场吧。三重没办法去哦，李天南你已经讲了三个月了，没办法去。石原丽早安，慧慧早，盛明早。你做方便面。什么？没有方便的，交给老板了。干嘛？盛新早。那第五市场不错啊。怎么了？你说现在
然后要装回去。啊、你跟他讲说，人家请问有水饺吗？没有、欸，没有水饺。我也没有。你在？你不会收钱？人家有一千块。哦，你要留在，搞不好。对啊。上礼拜有人要留一千块牛排，一斤啊，一斤要牛排，一斤要一千块牛排啊。你不能不在，我不在啊。我开手机。不在，不在。我的基础啊，无你著自家行，伊若敢有叫我物件，你要想。啊娘，你遮是？你过来就先切安尼啦。哎，然后要擦掉。安尼拢袂切尔，伊都叫阿种白仔，伊还佮出鼻水，讲叫你先生安切安切喏。哎，还慢慢落去啦。哇，这需要。哇，没个盘。哎呦，你要是跟我这边闹，我这边是去打，是去抢。等我来。我知道我用一下。你用啊，我那边去用一下就够了。我这边啊，好啊，下雨了嘞，吼，下那边啊，我带你去河钓。你吃大只，你可以吃两只细只的，你讲。捡啊，宝泽，牛排要装多一点。那不用看一下，放就加葱烧，加葱烧，完全弄一下，加葱烧。对啊，装奶油来。那个加彤，跟你讲哈、哦，左边这边有一只，那个一只一公斤的丁哦。不是一公斤，哎，哪一公斤？一公斤。哪？哪？你加？你加？你加嘞？那个一只1.3-1.4啊，1.4公斤的丁哦。天哪，是咸的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信宏那边有，我不知道土城那边有。有啦，有两只。他那边有两只哎，嘉栋，赶快去拿，有两只丁哦。那个一只1.4公斤，1.5公斤左右的。他真下巴。哎，他怎么？老人不敢提车去土城，那就没办法喽，真的。几只？多少？你看刚刚说他搞的，一只1.8，只1.7啊，一只1.8，1.83啊。哎，那个家童，那个土城有，土城也有两只，土城也有两只哦，1.8、1.7。后来也不拿嘞，一个当了。他那边土城更大只，也两只都歪了。土城有两只，两公斤的，超过两公斤的，那个五阿鱼。你如果三七两 kilo 七嘞 ，kilo 七两 kilo 贵。泰国虾龟胎1000块啊？冇啦，1000块，啊，1000块，多少1000块就1000块。你妈被冇啊吧？春节了吧？冇啦。你要全拿吗？你要全拿吗？你要全拿吗？你那个泰国虾要全拿吗？景军。哎，你的这个有吗？字的。有啊。有字的，有字的。一点点啊，哎，稍微呀。一点点而已的，牛排要装多一点，好啊。买多一点就装多一点啦、啊，买一百就对啊。买1000块就1000块啊。六百七百。500了，500了。醉啦，不要醉了。来，一包。他一包。没有啦，没有1000啊。太爽了。我现在泰国虾很贵，那天我记得我去看那个，我去那个钓虾场，一斤要500块了，现在。现在一斤要500块了，泰国虾。我跟你讲，后面有这边有漂亮女生，后面那里。我不走啊，没关系 ，OK， 再看，哎，再看。这样呀，这样。那旁边应该是这样呀，对吧？我放在这，等一下我看一下，我定了，你定了。没有，是不是跟你拼？嗯，太高血压那边，1000了，安尼拢弄1000嘛，哎，这个1000，然后后面也1000吧，150。啊，对啊，较少你嘛，1000。啊，别讲较少，啊，别讲较少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啊。这么腐败，腐败像海政府啊，不要找着你。1000啊，1000来看。一千，现在在装你跟我讲够不够哦？现在在装了，你跟我讲够不够？5000哦，5000，哎，5000啦，5000哦，对，1000很好。啊，我老了少，500，谁的？他跟我讲啊，那个老有的。150，我那里边那边不到那边。包火吧。十块，包火吧。十块啊？哦，十块500。嗯。这也无几多啦。
有够平啊，平到死亡咧，无够够。啊，你有煞未无？无煞未一叠五包，一叠五包。煞未一叠五包。鲑鱼白带鱼。有来加。你分两袋蒸好了。他说不够，不够啊。不够，不够，钱来呀 ，DIP 来，不要。DIP 来呀。他先开，他有一般的加入。有啊，这里。有。对了，你赶紧找啊！对，今天自己就不动方向了，没有肚子的，没不动哎。买过来好不好？黄金早，今天的刘小白是厚的吗？应该是跟之前一样的，不是不是安格斯的，不是安格斯的。先干啥？黄金早啊！不可以啊！没有没有，不贵呀，不贵呀，可以啊，不贵呀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。贵家，家家你懂？哎，他这个不一样，这个这个我问了，我问他，太过贵了。哦，贵两块八。两块八。他就要几天卖？我帮你量大的。好。哎，那个太大，太大。哎，这个谁？就卖了，只贵三百。一件来，无。没有啦，他现在用拿工资。来，我给你拿过来。哎，今天有大只的透抽吗？我看一下哦。今天没有。我看一下今天有没有。哎，他今天好像没有拿大只。不会呀，不会呀。下班，下班能不能也下班走？两份的，他的他的呢？真的，下班两份的。好，李天来，谢谢啊。秀兰早，哎，今天搞淘票。有啊。不，不知道。下午。没看到啊。我看一下，淘是大的吗？今天是大的吗？我拉一下，有算中等啊。在赚中等的套 Q， 这个那个一只大概150左右的等级，那个黄文市场150左右的。杨优米早安。好，太晚来没有？好，谢谢，不会不会，拜拜，拜拜。再过来一点。太过贵啊，不会太过贵啊，都是用不了东啊。这样比较。这家无，那无意啊，那无。那鸡排加好鸡蛋，估计足够呢。吃鱼啊，鱼花啦，鱼花。鱼。好。鱼花胆固醇都管。鱼啊，鱼啊。今天有特别的吗？有啊。蛙鱼一只两公斤的，一只两公斤的蛙鱼，这样够不够特别？一只两公斤的蛙鱼，有啊，特别的啊，蛤蟆啊，蛤蟆很特别啊，蛤蟆的，这是海，这个就是海乌锅了，好刚，有啊，那有一只这个两公斤的蛙鱼，这个一只两公斤。乌日这个礼拜有卖，上个礼拜是下雨，所以上礼拜休息，这礼拜有卖。这个一只两公斤，我阿喜。然后泰国虾嘛，泰国虾，这一盘1000块。然后有黄鱼，好像有九鸡蛋，有九楼。然后这个是。金木菜呀，金木炉石斑，哎那嘛，哎那，然后大炒虾，炒虾，然后是木鱼肚，恰章，有嘞，恰章，蛤蟆有什么特别啊？两两百。他那个蛤蟆是修炼成精，修炼千年的，蚌壳精。你别不要吃它。那晚上半夜，蛤蟆会起，会半夜2点会跳蚌壳舞给你看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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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
这样够不够特别？哇，我这个。哦。白汤。其他的就是今天有龙珠啦，龙珠，那个龙珠就龙珠啊。哎，你们怎么办？你套丢要1000沙子的 ，OK？ 哎，今天没有赚，哎，没有赚牛排。有。丽君早。为什么啊？有露珠到底套丢要1000 ，OK？ 加上哎。拜拜。下张可以，哎呦，下张到放到礼拜天不新鲜呢。营养不要这样啦。我知道我哪样了。我真的很想要下张，可是下张放到礼拜天不新鲜了。这样不好啦。看当看那个。